欢从下面走上来，然后听到钟声，他们说会有错觉，以为到瑞士。对，然后你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，我们的最后晚餐厅的风景也是很漂亮。这里就是那个小沙坡，就是新竹平省就先写的这个地方，大概那个简单的教堂，我记得是大概50几年，好吧？可是我记得那烧掉的时候，我记得这是空心砖，空心砖，然后瓦房，第一是瓦。小米的小米粽，然后这个是红娜，他都是3岁小孩子。